企划也要拍，就是呢，因为杰玲就是在永康街有开了一间你的店，对，饮料店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打算就是要在永康街这附近找十个人来问问看，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是谁，就是我们要来 PK 看谁比较红这样子。好，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主场、欸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会输。可是我们全部这边几乎都是日韩观光客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的主场在哪，你知道吗？在哪里？三重，我说三重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三重吧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来 PK， 然后我们就是要找十个人，就十个人为主，然后这十个人看谁就是猜中谁是谁的话，我们就要泡饮料给他喝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你是老板，你应该可以吧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不要太难都可以。但是我们就是要让他自己挑，让他自己挑他想要挑他想喝的。可是他会不会就是告我们？就是他可能喝完拉肚子？不会吧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永康街，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找十个人这样子 ，OK 吗？没问题。好 ，Go。随机抓个路人，好，因为你今天是来宾，所以让你先抓。那我先抓吗？对，你就随便抓一个路人。好紧张哦，我最害怕做这种路人实验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说，因为台北人比较 busy 一点，就是他们时间很谨慎。那你就找个男生，反正宅男女生，然后还要这样，先生你有空吗？那找他好了，好找他，他好像很闲。快点，快点。不好意思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台湾人吗？啊，他不是台湾人，你是来观光的吗？不是，香港人。他说他是讲 English 啊，那就不行，感觉不行。那这样子你就丧失掉第一个机会，第一个机会好，就没了。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换我问。拍东西可以请问你一件事情吗？可以啊。想要问你，你知道我们俩是谁吗？对，漂亮的女孩子。OK， 她很会，她代表我们俩都失败。对，没事，好不好？没事。杰玲输了，我输了。来，第四个换我问。好，你可以认出我们两个是谁吗？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有点像动力火车。他们是中孝东路走九遍，我们是永康街走九遍，真的。要去问问看那个拿杆杖的男生。不好意思，可以打扰你们一下吗？对，你好，我们在拍影片，然后想说你们平常在看 YouTube 吗？有，平常有。我的频道叫做谢杰玲。然后呢，频道。想起来，你是最近买车的那个吗？最近买车，拜拜。没有算一个成功，对啊，0.5% 吗？哦，那边有一些小男生，小朋友吗？小朋友，不要走，拜托，就是你们，等一下，嘿，要问个问题吗？就是你们是台湾人吗？是吧？是。平常有在看 YouTube 吗？看喜剧。哎，我总是看 NCG 的，你从 NCG 的频道认识我，太奇怪了，来演耶。等一下，但是这一题是换我问。对，你问。对，你可以认得出我们四个人是谁吗？我们四个是谁？太吓了一大跳！可以认出我们两个人是谁吗？只认识你会不会很失礼？不会啊，因为我们要比赛，而且你也是叫我恩熙俊哦，请帮我脸打上恩熙俊 ，What's up？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AK 恩熙俊 ，OK？ 那你觉得蛮像的，你认得出他？那你要叫出他的名字，不然就不算。谢绝。好了，那这样你们三人都没有吗？有，我认识谢杰玲。哦，太好了。那你们有订阅吗？不知道。好，那这样不算他们两个答对，算他们两个答对。可是你问的，所以。可是我觉得你又不要泡饮料给他们喝。你们手上虽然都有一个饮料，但是因为我开了饮料店，你们想要试喝看看吗？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很捧场哎，这个人很好啊。你不要再把我认成恩熙俊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是通过 NCG 就认识你了。很好 ，AK 2005宅男女神。哎，他真的很会耶，真的。那我猜把你，杰玲得两分了。其实我也是靠 NCG 才得这两分。我带了四个准备要拉肚子的人来了。你们就是肠胃平常还好吗？海鲜应该是扛得住，应该可以。
条。好，那你想要端过去给他们喝？同学们，寿司吧。没有啦，你先试喝，然后你会讲讲一下口感好了。你要搅拌哦。嗯，这是气泡饮。对，它是气泡饮，它以火龙果为主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有气泡。很美。很美是什么？很美。如果加酒就很适合。没有，没事。怎么样？酸酸甜甜的，有消暑吗？因为天气很热，很适合喝气泡。我觉得蛮好喝的。蛮好喝的。嗯，好的，不错，应该是受到不错的好评了，好吧？希望你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喝。OK。我们现在是要最后四组，还有四组要问，四组决胜负。好紧张哦，其实只剩下四组，但是刚刚其实也是一直被打抢。那我们要继续抓路人了。对，我们现在锁定前面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路人，不好意思。可以借用你一点点时间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拍一个影片，然后呢我们想要问说你平常有没有在看 YouTube？ 有。那你可以认出我们两个是谁吗？先说一下，你平常看 YouTube 都看男生还是女生居多？节目居多。节目居多。我有看过那个解铃。哦，你有看过我的吗？太难过了。那你有看他的吗？没看过。没关系，我的客群本来是小朋友，没有关系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看他的，他叫做阿元。你是这边员工吧？因为我看你的那个手机嘛。对。我在隔壁开了饮料店，我有机会可以请你喝我们家饮料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而且是解铃泡给你的，所以你可能会倒赛哦。我会不会被观众杀掉？不会，我怕你会倒赛了。现在在下雨，就像我的心情一样。不好意思。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就你平常在看 YouTube 频道吗？有啊。那你可以猜出我们两个是谁吗？阿元。你知道他，因为是男生，你为什么知道他？因为我女朋友有在关注。哦，谢谢。太好了。那因为呢，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影片呢，就是只要有答对的人的话，然后就是我就要泡饮料，就是给他喝，所以我现在要泡饮料给你喝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对，然后要一起回杰林的店里面。对，我的店在这附近，就在前面而已，很巧。OK 吗？可以吗？耶！嘿。你是要立刻喝下它，你要喝下阿元为你调的真奶，喝喝看，好喝，太感动了，谢谢你，第一次做真奶就大成功，希望你把它全部喝完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希望你现在一口把它全部喝完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他今天跟他女朋友讲，他今天遇到你，然后他女朋友就会发疯。但是我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刚才其实认出你的人比较多，对，所以你果然还是永康街女神啊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就两个人认出来就疯女神，会不会被大家讨厌？不会。对，所以呢，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，就是如果赢的人的话呢，就可以就是做一件事情，那你赢的话就可以让你宣传你的店，这样啊？真的吗？对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要宣传了，来宣传。好，10秒，我的店位于那永康街4巷8号，叫做 Jolin，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边喝喝看，有的时候我会在店里面为你服务哦。谢谢了，拜拜。耶，刚好10秒，好，今天谢谢杰里，谢谢你找我拍片，谢谢。希望你之后还会再找我。我等一下就找你拍片。好，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这支影片点个喜欢。那如果还没订我们俩 YouTube 频道呢，记得订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快帮我们 Instagram 都上。